走了，我走。那一把先拿出来看。进到毒贩家中，杂物堆满地上，环境脏乱，桌上还有毒品吸食器，一旁摆放着猎枪及改造枪支用的砖台。更夸张的是，这帮人不止卖毒，还卖保育类乌龟。哇，太大只了吧？那么多。狭小的浴室传出阵阵恶臭，警方查看后，浴室内的水桶竟然有保育类财官龟及食蛇龟，数量竟多达100只。毒贩女友用死鱼喂食，饲养环境极为恶劣。那我们也发现，他除了在贩卖毒品以外，那另外也有盗伐这个牛樟木，以及盗捕保育类的这个食蛇龟。嫌犯盗卖食蛇龟极为珍贵，主要生活在森林边缘的潮湿处。另外，财官龟则是最常出现在丘陵地的半山区被发现，两者都因为数量稀少被归类为保育类动物。新竹警方跟监半年，终于一举逮到这个卖毒又卖保育类乌龟的毒鸳鸯，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将两人起诉。记者黄志昌、王富明，新竹报道。